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来观众支持大家好。咱今仔日吼，虽然讲七月是咱的台湾的这个日子吼，人讲教迄落教中教校吼，拢这七月应该是爱孝顺父母的这个月嘛。啊，都有一挂人讲哦，都传拜拜传足济啊，拜好兄弟啊，种啥安怎安尼哦？这是讲你什么人的什么人的迄落？国家的人，什么人的人种的人吼，会去注重这个七月啊，这个七啊，我感觉咱台湾人吼，就是得注重这個。我拄才咧讲的，台湾人拢想着讲七娘妈生啦，啊，那咱那个老岁仔人吼，有食到七十岁都七十大寿，较早人讲活到六十岁都死都袂夭寿死啊，啊，活到七十岁是啊那像恁这少年啊，已经活到八九十岁，搁无算啥的吼。啊，毋过即卖人来讲有七十岁吼，吼人大家都安尼，子孙啊都足感动的安尼。啊，毋过真歹讲咧，即卖社会在变迁，啊，这个子孙啊有在幼孝时大人，无在幼孝时大人，咱拢唔知嘛。吼，啊，所以讲这个七字吼，啊，伫个咱的台湾人的这个心上，伊扮演着。敢那足重要的迄个数字嘛吼，好，啊，咱即马阁请吴老师吼，阁继续来讲一下安尼，啊，阁刷落去当然是七夕，七夕，七夕就七月七夕就七夕上吼，七仙女爱啊，七仙七仙歌啦，七仙女啦，嘿，哦，无来无过什么叫啦。哦，奈何叫？我讲一年见一遍，甲牛卵啊，一年见一遍啊。迄是中国话，讲啊，见面了后，撮叫啦。哦，撮叫啊。中国话。啊，就讲见面了后，讲迄牛卵，讲外贫单嘞，讲食饱拢无爱洗碗，讲等伊啊，讲一堆365天，啊一堆，啊迄个七仙女讲迄落看到讲，哇啊大堆洗好带来甲伊见面，啊洗好是时间阁到啊，好都无看到。迄七仙女哦。啊无啥。七仙女是还七仙女哦，迄牛卵爱你，你迄个是织女咧。哦，织女啊，好啦好啦，织女咧。啊，阮啊，织女讲迄落迄堆那山迄个，我细我讲见袂着伊，所以讲七月初七一定会落雨，就是迄个织女的流目屎。阮那咧，阮那做囡仔时哦，一中学时日日啦吼，讲。即个七月七七的半暝吼，牛郎甲织女的相会，都够影啦吼。啊，阮都无困咯，啊，就去爬去咧轮啊顶，哎，大家规定在遐无困，一直甲观察迄个粒星看有夹着我无。啊，结果咧，牛郎啊，即牛郎甲织女啦，吼，咱即摆人唔知影，咱即摆人对天的迄个概念较无，阮的时阵吼。比如举头起来，七月半旬举头起来，这个银河啊，银河那个叫乌溪，乌溪对头壳遐啊顶悬，哦，牛两担，织女西，牛两是东边，织女西边，啊，中这条就是银河，就是乌溪，啊，所以你基本上看哦，是这个织女边啊，有三粒星，或者牛大星。一牛郎边啊有四粒星，或者蛇啊星。什么叫蛇啊星？就是人咧胖部、积部的。啊，对，蛇啊星。咱的故事内底咧是讲，因两个一爱的时互相交换纪念品，所以牛郎家的牛大蛋和织女。织女将蛇啊蛋和牛郎，安尼。啊，讲。天暗七月七七，迄半暝哦，因两粒星会走我来烧火，啊，阮就来。结果阮细汉的时阵，看规暗无困，看拢无念做火。无啊，无啦，无。啊，伊啊，就人就解释讲，迄是迄记录底下咧洗碗，无用好出来。好来，哦，啊，这是咧民间故事啦，吼，啊，其实这款的是文学。这款是就是文学的感觉，就文学的感觉就对了吼。神话故事。哦，啊，过来咱咧讲吼，就拄则咧讲牛郎织女的织女吼，啊，甲七娘妈，七娘妈就无共。对。七娘妈是七仙女。七仙女。七仙女是咱台湾内底吼，有故事。七仙女哦，七仙女吼，落来甲这个吼做河溪，河溪啊。
拍棒球、射电吼，家己的迄、那个下个落幕，家己的迄、那个内衫，迄个啊，吊架，衫啦吼，哎，唔是哦，迄个围兜兜啦。恁即摆咧讲即个，咋要安怎讲啊？下个落幕，不拉只，迄个湿啦吼，湿就个迄个毛衫啦吼，烫个边啊吼，啊去哦，一个钓鱼的渔夫甲捡到的。哎，这个后来就发生这问题，告诉，新闻告诉都来啊，有这个告诉了，好，有这个告诉的了，哦，哎，青牛嘛，哦，啊，这边你咧讲迄个青牛嘛，哦，你咧讲青牛嘛的时阵，就在咧讲青牛嘛，青牛嘛的时阵，起码有一个青牛嘛生，好，就是七月，原来是七月七日的，哦，啊，他这嘛。唔知道有人咧拜无，即马就变讲乌白，去了说变讲做啥物做情人节啦，啥物啦吼。即马就无咧拜，无咧拜陈某啊啦，因为陈某陈某个情，对啦，无讲啊。卖讲，我就讲，即马我先讲啦，讲无咧拜陈某啦，啊七娘妈就讲哦，伊个情人节啊，就走去庙的拜啦，吼。拜托你讲啊。啊！啊，情人节拜托你恭喜啊！吼，系啊，就是啦。啊，你应该唔是啦吼。咱诶，过去诶民间故事唔是安尼啦。对。哦，七牛马，七牛马有七牛马经咧。嗯。七牛马经咧，特别咧拜七牛马诶庙。嗯。或者七牛马经。啊，即个大家拢去拜托提供。啊，拜七牛马诶时阵吼，第一大先爱有一项物件，你若献即个大日大日灯。嗯。也是这个叫做台湾风俗祭，日本时代编的台湾风俗祭，总统府编的哦。台湾风俗内底都有一个岛，叫做七牛马顶。七牛马顶，哦，七牛马顶，迄、那个顶一下圣诞，大圣节诞啦。哦，七牛马顶。啊，哎，有人读顶，有人读蛋啦，有人读七牛马蛋啦，哦。迄、那个蛋，其实伊是一个塔。抓果的一个塔，假水的一个塔，好、哦，这是咧拜七牛妈的，一定爱用这个七牛妈顶甲伊拜拜。啊，可能咱咧想是讲，啊，这七牛妈可能都系这个塔来着。嘿嘿嘿，当然的吼。啊，过来啊，拜七牛妈的时阵爱拜什么呀？吼、哦，爱拜七牛妈衣。七牛妈衣是什么？衫啊！哦，啊，咋啊？水衫啊！啊，爱用水衫来。水衫来拜，吼。因为伊的水衫解烫来，下伫溪边。啊。啊，去予钓鱼的渔夫解。啊啊！水衫。莫走伊，所以讲。哎，迄要用纸解啦。嗯。来提去拜，吼。啊，搁爱拜啊，爱拜金衣白钱。什么叫金衣白钱？金衣的内衫。嗯哼哼，啊个白色个纸加的一个钱就对啦，啊，金衣白钱吼，啊，过去是拢拜这款啦，只要这款资料，即马你来去是吧？代理代理店啦，还是讲好做台湾风俗市内底拢也有老嘞，拢也有老嘞，吼。这请问，马得，请，迄个这种的类似，干那咱独有台湾有，还是全世界拢有？无台湾那底啊？哦，干那台湾哦，但是这个七牛马，这个七牛马的故事哦，是当然嘛，日本拢有，还是无共的俩？哦，无共，日本嘛有这了这七仙女的故事吧？中国嘛有七仙女的故事，如果台湾无共，当然台湾无共哦。啊，过来吼。七牛妈，啊个七牛妈生啦吼，咱这七夕吼，咱这边讲这七夕吼，七夕情人节，啊七夕对吼，咱过去是讲做七牛妈生啦，啊七牛妈生，无七牛妈生，咱的这情人节二生有人啊，这个八点滴咯吼，对啊，二生嘞是八点滴咯，哦，啊你是这个中华民国拢较巧。中华民国过年过两摆啦。对啊，一个新历，一个农历。系啊，啊，这个清明节嘛过两摆啊。对啊。生对生有人过一摆，佮家己创一摆。自创佮一摆啊咧。啊，即摆人佮我现代化咧，我讲予伊听哦，迄个有迄落庙啊，有诶一挂迄落啊，
伊嘛摕巧克力去拜啊，啊情人节都爱送巧克力，嗯，啊伊想讲伊新明嘛是爱食巧克力啊，伊也无想着讲伊新明若食伤济巧克力会伤大苦啊，啊伊嘛是照常嘛摕。嘛，提巧克力去拜，基本上拜拜讲提巧克力去拜。哦，啊，过来吼，过来有一个地名，嘿，地名叫七卡川。哦，七卡川。啊，七卡川，七卡川翻译的，七卡川吼，哎，有一个七卡川我捌去过，嗯，那是台东鹿野，哎，鹿野要到夜埋半路遐有一个所在，就是七卡川，较早吼。南北韩战争的时阵，伫七卡川才有设一个野战病院，有设一个野战病院是啊，七卡川。啊，花莲港嘛，敢若有一个七卡川，就是七卡洞。嗯。七卡洞，吼，七卡川根本就翻译个啦。哦。就七卡洞翻译个。嗯嗯嗯。哦。等下翻译就啊，七卡洞就一直变七卡川去，吼。哦，下个咱台湾话这个七的结束来后面啊，无关系啊，这是翻译个咧。哦，啊，过来有一个七欠，嗯，七欠，七欠吼，七欠甲七欠无同哦，唔是无同，这唔是无同，无七欠啦。啊，无迄落，那也无北港啦，就笑死，迄就是，迄就是迄落啊。北港六笑四的，你都唔卖，我卖。北港六笑四的也无甲你讲，伊是七欠啊。西雷七欠吗？北港六笑四的是讲啥嘞？伊是迄个什么西的西啊？北港遐有一个拳头西的西啊，吼。嗯。伊人伊无安尼讲，咱即马。他们为了电视拢安尼做西罗七欠啊。嘿，我说对啊。嗯，迄个大师的做迄个，阿神仙啊，啊，记得阿神仙啊，哦，迄是编出来的故事啦。因为吼，因误解这个欠，这句话啦，哦，因为你混乱观，佮安怎找都无一个所在，或者去欠么？哦，而且，迄是戏剧来的制作出来啦。根本的混乱观，这个帮派，迄是个帮派，吼。一个迄个武术的帮派，这个武术的帮派叫七欠。哦，你说那个欠是多几字欠？欠客的欠啊。欠哦，积欠的欠哦。对啊。哦。欠客的欠啊。哦，七欠哦。啊，七欠啊。哦，啊，伊只迄个电视剧咧改号名叫西雷七欠。对啊。上面用欠卡迄个欠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加一个头字就对啦。哦。啊，人家是七欠。嗯。什么是七欠呢？你知？嗯。那是。西里甲虎尾这角啊吼，甲虎尾溪、西里溪甲虎尾溪中间这角啊吼，有一个武术的帮派，有一个武术的帮派。咱普通武术吼，普通武术是干啦，有迄个技的啦，技啊，技哦，挖掘吼，技术的对啦，有技术啦。但是伊这个帮派加一个法啦，什么叫法啦？加一个法啦，吼，法啦就是骗步嘛。哈哈哈！加一个法术啦，加一个招式啦。哎，北京语讲招数，加一个法术，这跟日本的这个忍者，同款。忍者伊嘛是武术兼一个法啦，法术。哦，骗的对啦，骗的法术。迄、迄个魔术同款障眼法吧？对啊，障眼法，迄个对啊，吼。啊，即马咱来。讲较详细，就是讲，这个叫做七欠是安怎？叫做七欠呢？嗯，欠什么？哎，好，欠钱啦！对，好哩，对，好哩，对。七欠哈，这个帮派啦，那么入门啦，入门拜师啦，就爱就抓，就抓一世人，好，七欠，欠什么呢？哦。无车车，无某无细姨啦。啊哈。无某，无细姨。未当娶某，未当娶细姨。啊，那咱三阿娶的无要紧啦。啊，无惊离。嘿。无惊无离啦。嗯。咱三阿娶的，卖家小林转来就好。啊，无家己啦，无厝啦。哦，无迄个家庭，无。啊，未使有厝。无迄个周善事业啦，嘿。无财禄啦。无在落哦，就是袂当辛苦定定地，袂使有钱啦，定甲规太安尼啦嘿。无官职啦，哦，无使去做官啦，嘿，无去予国民党请就对啦。无正义啦，
哦，无迄落水沙啦。无水沙啦。啊，毋过我你哦，歹势，我甲你，我甲你迄落诶插话一下吼。我较早吼，迄落阮我住伫爸母旁遐，我细汉时阵啊有一个阿叔吼，伊拢定来阮遐哦。啊，迄个讲哦，伊是啥物？伊的武术，伊的拳头偌精彩，偌安怎？啊，伊讲穿衫拢穿安尼扑老扑客客。客家话讲扑老扑老安尼啦吼，啊伊讲哦，伊的衫讲，啊阮妈妈讲，哎呦你嘛好心诶，你毋着去买一领较迄落的衫穿诶出门。伊讲无，伊若买新衫倒来吼，内底嘛爱甲伊夹一空。你即马着咧讲这对无？对哦，好啊，安尼我有印证啊。啊，对啊，啊这啊过来是个无黑色。无黑色就是无通啊炸便当。袂当炸鸡腿便当就对啦。啊，这七项内底，你咧讲各起人个各一个字号，即第一，哦，赶就是西洋西部赶，无搞个对啦。赶，高、善、扁、尖、寒、机。啊，唔着咧讲我。啊，就是七项啦。啊，我即马就是，我即马就是叫放假七项。因为吼。因为安尼对吼，因为伊这个教派啦吼，伊这帮派啦吼，伊这帮派偶尔发出，可能是真厉害啦。啊，会当去共害人啦，会当去创啥，所以惊道就对啦，吓啦。惊讲你若无就抓安尼，你咧利用你的这个术啦，吼，去做官咯，去共摕钱咯，去创啥安尼对啦。所以你若要这个帮派去拜师的时候，你都爱就抓七欠，所以这个叫做西里七欠，正讲是安尼啦。哦，好好。啊，接收起来就是讲，电来煞。啊，电视剧煞变西里七欠阿神西。对啦，啊，电视剧伊就电视剧骗的安尼。对对对。新鲜，较新鲜个就是讲，竟然有人写一本册哦，做西里七欠阿神西安尼传落来，是西里倒个所在遐安怎拄着？嗯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有靠了，唔是啦。应景嘿。啊，咱即摆咧讲西里七欠内底哦，迄个佛法啦，顺啦吼，就是顺啦。嗯。什么叫顺呢？其实西里七欠的时候，目呆一个。吼、西里七欠甲目呆一个吼，就蔡昆山。嗯，我也有记着啦。嗯，蔡昆山。伊、是日本人哦，日本人来几下讲我才出来啊。嗯，因为伊会晓这个江心蕊啦。嗯，江心蕊就迄落江心蕊，我知啦吼，我定有在看信上啦。将心锐就是讲，当在要紧的时阵，啊，伊安尼一个物件呢，牵一个头前绑一个，啊，烟安尼穿甲安尼，啊，人就安尼脱走去安尼，叫将心锐。对啦，其实迄就是炸药啦。嘿啦，嘿。啊，炸药日本时代炸药，你会做炸药家来管啊？啊，对。就家来管。啊，那啉酒做唔到正常。对，啉酒。啊，不过啉酒拢为迄落官方服务的嘛。对，你要叫政府请去，啊，就无代志啊，所以伊就使做官。哦，好好，台湾的比林下国较高尚的，袂使你做官啊，嗯，啊袂使利用你这个方法去共抢钱，去共创啥来荣华富贵，对，台湾袂使讲迄落美金坐甲会当当火烧，用马桶冲就对了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。啊，有这个西里吼，七欠这术啦，西里七欠内底吼，上迄落叫做得手的，诶，这个武器，嗯，喇叭钱，你捌听无？什么叫喇叭钱？嗯，喇叭钱啊，嗯，喇叭钱，喇叭钱。日本你无看，恁所拢提来一个咱青一粒青，安尼个下起好，安尼上南。啊，对，嗯嗯。啊，台湾的三零七，可不是喇叭钱，喇叭钱，伊是一个圆圆的钱啊。赚钱的伊个，嘿，做武器就叫暗器啦，伊个暗器啦，嘿，有暗器，有暗器，嘿，刚刚讲喇叭机啊，干啥？嘿，干啥物事咯？嗯，能变数啊，啥物事啊？嗯，昆身数，唔是昆身数。我知影来恁家有一种个迄落数安尼。
咻一下安尼，就跳涨咧。你若定有在看迄落日本的古装的戏，迄落讲忍者是安怎，迄落就知影即摆老师咧讲的，迄个几种的迄落，迄算暗器咧。对啊，暗器。嘿嘿嘿。哦，安尼啊，咱即个时间就，迄快乐个时间拢足紧个，都过去啊，安尼。好啊，咱即马咱啊，互老师休困一下，等下咱明仔载搁倒转来。